觉得在中国矿里面可以拿到一些什么东西用啊？应该应该留意中国，如果要看中国的山水画或者风景画，我们应该留意怎么去向中国的风景画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中国的山水这个名字已经起了一个不一样的立场，就是因为山水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问题，什么呢？因为它山水它是关于山或者水，它就是关注的都是江河山川以外的一个情怀，其实啊，所以我们在某个程度上讲，就先范畴所指的就这一开始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我不像陈老师刚刚提到，他是就是我创作中国画是怎么样的，我创作西方的，它其实是关于你这个人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其实山水是一个看世界的方法，那风景也是一个看世界的方法，只是风景看世界的方法的侧重跟山水看世界的方法的侧重增加放大。这我们退一万步讲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画家或者是艺术家也好，他的作品上反映他看世界的角度，就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东西。不同的就是你在非洲长大，可能是非洲的视角跟动物一样的那个很习惯的高度，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山川游观也一样，就是一个一米多高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两米高的人看到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五米高的人看到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画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表达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期待突破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人看到这个世界有没有另外一只眼睛，而这个山水画里面大致上呈现换一个人的话，就换一个，分开。换一个讲法，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觉得山水画跟西方所塔的风景画有什么不同？但你刚才谈的都是这个，一个是视觉结构，一个是心理结构的不一样，它都有关系。其实，一个视觉结构的话，就是中国山水画就是老套的一个雷鼓组合嘛，就如果有芥子园的话，就是一个房子配一个山，弄点树，最好留点水好像太多了就弄点云烟，就满了就弄点云烟，不够的话就塞点其他它就是跟农业生活有关的，或者这种渔樵应该是吧。因为我也很关注到，就近期他们讨论中国艺术是从山水介入的，因为山水它直接可以反映到中国人的思想的变迁，其实因为很多人摸索这个东西当然说理所当然的讲这个老庄哲学，就是徐福观的那个艺术精神，他是把它归于老庄哲学的一个体验而这个金观涛先生他反过来讲，他认为是一个宋明理学的一个变动之后形成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一种修身的方式或者说自我教养的方式，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好像都愿意亲近这个自然，而你面对自然的态度就反映你的作品的不一样了。所以西方人的或者说我们在西画作品里看到的那种景观跟中国画里面看到的那个景观，你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的心跳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跳得慢一点或者说我们跳得好像比较有格的那种感觉，那他那种比较容易介入的。而有一个日本的研究山水画的人，他统计了一下，西方的绘画大部分早期的作品是宗教画，而我们中国的绘画就是古代作品里面有三分之二的收藏是山水画，那说明我们很重视它，或者说这个东西很反映这一群人的思维，所以我们好奇这些东西。我们简单讲它形态不一样，就是我们觉得是重复的，说明他不在意他的外表的样子的，其实说明重复没关系，他能看到他的差别，或者说这种差别在某一个层面上足够能弥补对这种东西的关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观着我们怎么追认这个技术，或者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种所谓的一种
接近的，它却是每个人的那个东西的一种体认。所以这个时候的个别性可能在另外的角度。西方当然我们很愿意在这个文化沟通的那个时代里面去比拟它，说黄宾虹可能是西方的塞尚，日本收藏家就说啊是齐白石是西方的塞尚，因为我们很需要一种共同语言，就像我们刚刚广东话的国语一样，就你能听懂 OK 了，并非说你一定要冒出那一句话来。具体黄宾虹为什么是中国的塞尚？因为他在一个转折点，就跟塞尚一样的重要啊，就是可能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在时代的变迁里面，就是他的，就是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是关心绘画语言的，而在黄宾虹身上能看到这个语言的样貌了，可能看到语法了，或者看到语言的猜测的元素，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语法，需要一个结构，就是最难的是那个结构，其实，因为一张平面的东西写，它就是这样子立在你面前。那个结构是关于什么？就每个人对他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进去还是出来，还是你跟他有距离，这是决定你不同的态度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所以你可以反映出非常微妙的东西，或者说非常强烈的。而我们这个眼睛已经被教化的很没用了，就没有感觉了。因为我们的艺术教育告诉你怎么样，我们很喜欢被告诉怎么样，其实我们已经不怎么样了。这是我们的困难，其实，因为这艺术很系统，就我们做艺术很像艺术，完蛋了，就是。那中国的山水画现在，刚才谈了好多都是关于以前，中国画家怎么处理山水这个问题，也谈到一些就是中国跟西方的分别。那中国画现在在当代的时间，你觉得中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它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顺延？我觉得那个断裂是很严重的，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文化了。其实，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中国艺术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中国艺术这个传统，可能就是风景或者山水这个部分，以前的那个理解，才可以去理解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或者这个转变知识，所以因为呢，刚刚我就听到周老师说，好像就是这个中西的这个差别或者源流的差别，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先谈谈这个，就是中方西方这个风景画的定义，还有它的发展源流是怎么样的。就是呢，我刚好最近看到一个书，这些是吴鸿的书，吴鸿是对艺术学家，然后呢，他写过一个关于中国山水画跟西方的一个简单的比较，就是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中国山水画或者风景画这个传统，好像是在中国艺术存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出现，就是可能他以前在最早的时候，可能去到周朝、晋朝的时候，它还不是一个风景画、山水画的一个形式出现，它只是一个描绘山或者是风景的一个形式。最早时候，它是跟这个生鲜的概念有关的。什么？生鲜。对，因为山呢，就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宗教性的存在。神仙住的地方。没错。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其实已经有风景存在在中国艺术里面。但是如果是说山水画这个形式的话，就是它最早可能现存最早的中国山水画是这个《游春图》，是在近代的。游春图还叫春宝。游春图对，是什么是等待？正气近代。但是就是中国山水画呢，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但是西方的话呢？风景画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画种，其实在文艺复兴之后浪漫时期开始才会有出现，就是其实中间的年份其实相差很久的，对，相差很远，对，相差很远。在老马西黑那个西方来说新春里
风景慢慢在上去是 Block 嗯，先開始成為一個獨立嘅畫種，所以點解會有呢個差別咧？一部分係反映咗，就因為周老師剛剛說中西方對這個風景的理解的差異，就是好像你說到西方藝術對於風景的理解是一個結構上的，然後中國人對中國藝術山水的理解是一個精神上的，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對。对，我觉得周老师这方面可以再说多一些。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 critical 的 point 就是，比如说大方面不只是中国，还有日本、韩国，还是地方他们的政治系统都是帝王制的。然后在这个文化下，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要去学习画画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去拜师拜师。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中国画还有日本画的那些工具纸，他们在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的，那这说明对他们来说，这是那些工具包能请到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什么他甚至不需要去改变他的技术。那么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纸波工具的框框上框框下边他们可以做的改变不多。那这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刚刚你说到这是国画，是就是这样拆那个那样子，其实也对的，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当你去学习画国画的时候，然后老师已经告诉你这是哪一种的画法是比较好，哪些不好，要是你选择的不好的话，然后你根本当不了画师。但是国画，因为其实最 critical 的位置是个工具，个工具你一直没变过，其实他们不是不变，而是这个工具本身去设计的就是很好，他们不需要去改变。我觉得是因为工具直接影响了，不是直接代表着这个画种他想表达什么。但其实中国画你要讲一个重要部分是笔墨，笔墨它的形成就必定要靠这个文笔水啦、墨啦咁樣嘅組合去做嘅，咁咩叫分墨呢？其實你可以當佢做一個，即係你講中國話嘅書字，咁你有水同墨，咁你用筆去畫。咁呢個時候其實係因為中國話咧，佢有啲而家聽落好似好遠或者好難理解嘅一啲精神性嘢，係講人同自然或者人同宇宙嘅一個精神上嘅結合嘅。咁呢結合咧點樣去反應咧？就紙筆墨嘅運用咧，其中一個嚟嘅。咁樣就係即係可以當做紙筆同墨，你話將會化喺宣紙嗰度。咁你形成咗啲乜嘢咧？咁其實除咗靠你自身嘅控制，仲要靠自然嘅因素去參與啦。咁呢個你可以運用係筆墨嘅一個構成因素。嗰啲畫出嚟嘅筆好唔好咧，或者係咪做到個意境出嚟咧，就可以叫做筆墨啦。咁呢啲咁樣嘅元素慢慢加埋一齊堆砌，好似第一個堆砌，先會慢慢變成咗一張山水畫。咁其實所以咧，如果你要講中國畫，可能喺當代時候，你改變咗佢工具，你唔再用紙筆墨宣紙去畫咧，其實有啲學者或者啲嚴格嘅中國畫家，佢就會覺得呢個唔係已經唔係一張中國畫嚟嘅，因為佢已經遠離咗、偏離咗佢本身有關精神性或者筆墨嗰樣嘢。其實啱啱講到筆墨嗰度，我其實諗住後少少講，因為如果講緊啲人真係 question 我哋係咪仲需要筆墨？其實係去到1990年嗰啲時間先至開始 question 咯，因為佢哋最直接受到兩樣嘢影響，第一就係相機，因為如果講以前，例如即係講翻齊雷畫先，我覺得最好嘅例子係江山萬里圖，咁其實應該係我鏡頭肥光蟲，我自己玩翻張圖。咁其實
間係好大座嘅山，同埋下面去有幾隻馬去做一個人馬去做翻水平。即係其實我哋係想講嗰、那個嗰座山係好大，但其實呢樣嘢佢可能面積咁大嘅話，可能誇張化咗佢。咁但係不過，如果你有睇，可能去到二十世紀嗰個年代咧，佢哋嘅措施法係開始會開始偏向次世化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相機同飛機呢兩樣科技出現。因為以前他哋點樣砌個遠近鏡咧，國畫同西畫即係我啱想講就係佢哋本身個觀念工具有唔同啦。咁啱啱其實你都講得啱，不過但係question 不過呢個精神性其實應該係就好似我啱啱所講就係再之後先至會摸翻出嚟講。咁喺早少少咧，佢因為同埋佢哋係牽涉到司徒制呢樣嘢，咁確實你係一個徒弟，你如果唔跟佢嗰套文化學嘅話，咁你就直情俾人踢出嚟嘅。咁所以有一個咁嘅壓力下，咁我哋畫個畫就慢慢就會形成咗一個特定嘅方式去畫咯。即係例如嗰個空間點樣去砌啊，嗰個水一條河點樣去加落去畫面度啊。或者佢幫你一開始講工具係點解？點解你會用工具嘅嘢？就係因為就幾千年，其實個工具係冇乜點變化，而佢哋又係有一個咁樣嘅發掘翻轉嗰時。但係去到乜嘢時間？去到佢哋真要 question 緊呢一個翻咧，就係有科學啊，咁嘅文化交流，啲科技啊、新科技過咗嚟啦，咁佢哋真係就開始出現咗一紮。不實受到西方教育嗰陣時，即係例如一啲西方嘅投資法啦，佢哋嗰啲畫筆啊、畫具啊嗰陣時，咁佢哋仲係唔需要貼住嗰一堆咁樣嘅思想啦，同埋貼住嗰一堆嘅，唔可以話思想係嗰種應該點講咧？嗰種觀念咯。我覺得呢個不是思想的問題，這個是只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形式的問題。因為如果又是去回講回精神性這件事，它中國畫裡面的精神性是講人和自然的合作，那其實這個是真的核心。但是山水畫只是在這個精神產生的精神之下產生的一個表達的形式的一個傳統，或者其實不單止山水，如果你講中國畫，它可以表達這個形式的這個思想，其實工筆畫、文畫或者任何其他畫它都可以這樣做。所以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工具或形式的問題，如果即使它受到西方的技術或者觀念啊、科技衝擊又好，那其實這個是一個精神觀念的一個全時間轉變。我都覺得筆墨咧，即係同人品就比較關係啦，儲存嗰個啊，咁同埋咧，即係筆墨，你如果淨係講佢工具性，其實我覺得又唔全面嘅，其實根本就係一種文化符號嚟嘅，即係佢甚至我覺得係即係 material 同埋 concept 喺一齊咯，即係並行，好難拆開。關於那個 Nagel 的那個文化上，像 Nagel 一樣，就拼在其中。构成一个山水画，那这样说会不会可以解读成，就因为山水画就很多匮乏，因为你山就是用你刚才说用盖子原的书，会很多山准备的一些画或是 copy 很多 copy and paste 在里面，所以会不会就是在中国画或山水画里面就很多这种重复或者在或者是拼凑起来的一些规范，所以才会这种啊，刚才的讨论就是很规范。这个很重要，严肃。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 level 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这种重复性的看法，是芥子园之后。芥子园等于是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他把所有的词汇都摆在那边资料库里面，你提取学习。因为他是因为这种传播的。因为以前只有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远处的学生是学不到的，因为这个传播的方式可以让不明白这些游戏规则的人也可能玩这个游戏，就像 Lego 的说明书一样，因为它很像，但是它反过来讲，它可能会重复，但反过来讲就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因为你可以这么装，你敢不敢另外的装法，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很乖的就按他怎么装的嘛，对吧？所以艺术的教育也一样，其实是可能有一个方法，但是都是这么来的话就完蛋了。啊，这个 level 就关于这种可以另外的方式来装的那一个可能性在不在，就是。但是我用这样的比喻是非常粗糙的，包括 level， 因为很多人批评中国艺术的复兴就从这里来，但中国艺术并非是靠这个图像外表的，它其实是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它三个画本身出来就是一个莫有的需要，就我是看不到真山水的，那个钟鸣他是遗憾自己年老了不能看真山水了，希望有人创作这个东西来这个成为味道剂，就来让自己能在家里也能体会这个自然的景观，所以有卧有这个词。而后来的人卧有一个反应就是文人的一种所谓的心境，他可能跟现实有距离的，其实这个里面的距离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因为所有的中国山水是不像那个真山的，所以这个距离太有意思了，但是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这是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其实都是心中的山水，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接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化惯性，我们要摸清楚这个文化惯性是关于什么性格的，可能就知道这个山水是怎么回事，因为它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客观的风景吗？在中国，不主张这样子，不主张那是有的，从宋人那个文人化之后，他被打压了。我记得，记得。因为上次我们谈的蛮有趣，因为在谈那个 mindscape 跟 landscape 的不同。mindscape 就是一个要主观的、内在的一个风景，然后你要把它表达出来，就好像刚才 Natalie 谈的那种，就是不现实，但是一抒情的。气质的一些东西，另外对客观的风景就有一个外在世界作为一个难板，然后我们再去，所以当然在中国怎么查的历史，有时候在看，当然啊，我们谈就文化一兴起兴起以后，很多东西都有用那个文学啊、文人的教养啊作为一个指导，就是谈一个内在的一个真实，但是之前有机会，就是因为，在谢里发明之前，他是有个需要吧，有需要就是我去过的地方，然后我把它记录下来，没有照相机，你就没有画下来了，画的不像，也没办法，不要画，所以这个我就在比较有趣啊，跟 Natalie 谈到就是巴洛克时期。那个风景画独立出来，以前就是用作为背景，那种的做法，我觉得绘画任何的时候都有个记录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谈一谈有趣，可能大家会接受现在我们看风景画，已经不需要再好像模仿一个照相机，现在因为有照相机嘛，我们不会。我们可能会好像往进去还是绘画，但是也是要用颜色啊、变形啊，也摆放很多所谓是内在感情的东西进去。但是也是有有个分别，就是说我的做一幅画的利益是参考一个外在世界的东西，外在世界的东西如果还是重要的话。那外在世界还是存在，另外就是一个内在世界，就是有没有外在世界，我就是会讲话，所以上次我们在谈很多我们画风景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有这个取向吧，因为你总不会跟一个照相机去比赛，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谈到古代，可能有一些不同，就是没有照相机。怎么看待一个外在世界，跟自己的一个关系，还有因为中国绘画史某程度，我现在看一些比较古老的东西的时候，都常常在想，就是以前人怎么样去看这个山水，
跟现在用文人做主导这种看法是有一点可能比较近啊，文献比较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才这么想，因为说不定。回答就是这个因为山水画这个名字就像刚刚那个周老师讲的，他以前是为了成仙的或者叫追求一种死后的世界，我们发掘出来最早的山水画往往是墓葬里面的，就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精神向往的那个世界的描绘才会出现那个山水画，就它那个山水就是空想的非现实的，就是有距离的那个远处的那个东西哈，而如果到北宋当然《岐山行旅图》人家认为是太行山的景观，但是你看到它那个山水跟真的一对比的话，还是就它并非重心在描绘那个东西，就它重心是在就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它要弘扬这个道的，就它并非是表达那个对象是它的作为艺，以前艺术都没有的嘛，所以他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内心要传达那个自然里面自然的那种规律性的东西，而并非所谓的艺术性的一种需求性的东西。而那个实景的对实景的绘画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命运的创作。如果我们在艺术史上来看的话，就是那张《富春山居图》是画了好几年的，他是认为是那个地方的景观的，但是我们真的去景观去对照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但是那个王公望是在那个场叫那个场所真切的反映那个地域的那个感受的，所以他好像即使是按这个东西去画的时候，他捕捉那个东西也是非常的所谓的精神性的而并非视觉性的，他可能从来就不是视觉。这个跟工具会不会有关系？真的回到这个那边，因为我自己对工具比较敏感的，就是说我常常觉得这个工具是可以决定内容的。就是说你的毛笔的构造，它是尖的，比较你的肚子是圆的，其实它已经。而且这是他没有很多太多的不同的形状，需要有拼图那个排布，所以书法跟那个国画的最重要关系就是怎么样用一种工具就可以表达最多的表情，最多的变化。所以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善于描写那个上条。不再善于描写那个面块，所以它对一个现实环境其实是不利的。它不利的时候要把那个毛笔用得好，你就要变成那种的表达方法。因为你不单单是在画画，你在表达你的工具用成什么样，所以我们谈功力啊，谈那个线条好不好啊，谈那个用笔怎么样啊，不是关于工具师，这是怎么样去拿架这个工具，而且这个当这个工具有缺憾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全面的时候，它变成你要能够谈的部分就变得很窄，那窄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那种追求，因为追求又很容易就变成会写字的文人，因为文人会写字嘛，就把写字的要求放到绘画里面去。当然，我这个看法就是从那个物质的条件去看这个传统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就是也讲，因为我那个就是对中国画三史的说法很太多，但是我觉得奇怪，怎么统一？很统一。统一的感觉就是其实中国人古代的有颜色的运用，它是运用颜色的方法，就是把随律赋彩嘛，它不是吹去表达这个光影，不是表达这个实际的东西，它只是区分这个面块，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图啊。如果这样就很有趣了，因为这个描对外部世界的
追求的写实的一种的能力不足够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追求一些其他东西。还有就是文人画的画法，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一幅画嘛，一般来说。所以其实那这就是如果带到商传老师也现在传授学生，其实就是说艺术世界就是一个内在的系统，跟外部世界越距离越来越远。还有没有这么做了之后什么怎么样的实验去建立那个画家的内心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但是如果有个很强的大统在中间，不是说啊你要人品好，然后这个种就会好，你念书多就怎么怎么做。这种说法如果被接受的话，就是说每一代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个人跟世界的那种关系就没有每一个人去追求每一个人对自己对世界的关系，而是每个人在家追求最好的画家怎么样去建立对外界的关系。但是整个外界是不存在的，因为世界就是已经被定立了一个比较窄的框框里面的一个世界，上帝独立的，他没有跟外在的世界有个交流在中间。但我们讲谈这个问题也可能放在西方绘画里面的，不一定是西方世界这种那个交流会别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就很有趣了。我们谈的一个所谓是 Mindscape 跟 Landscape 之间的关系，就是说 Landscape 如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这个 Mindscape 就会跟外在的 Landscape 的变动，无论是写实的一个变动，无论是写意的一个变动，它都是不断的有个来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往。但是如果用传统山水画的角度，你的来往是定立在一个所谓是好的标准里面的来往，所以你的来往是不是活生生的对话，它只是有机会是一个追寻。但是每一个年代当然有不同的氛围，它有自己的变化。就是说王奔孔有他自己的在一个传统里面怎么去看以前就是山水画怎么画，然后他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他看过到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对他有影响，他有吸收了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原来谈的时候就有趣了，就古艺术就是所以就是个人跟世界的一种关系，可能如果要比较的话，跟世界的其他地方可能有不同地方。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好像可以走得很深，因为它很集中，就是集中，比如说文人画追求的东西很集中，所以它可以它可以向这个高峰要跑进去，真的是可以跑进去，就是顶尖顶尖的顶尖的顶尖，但是它只有一个顶尖，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太神奇了。我自己比较倾向把艺术史，因为我常常跟那个老外谈中国艺术史，常常出现问题。当然谈西方艺术，你谈什么是西方，西方是谁？其实西方有就是不是中国的说是西方，是说它是印度那个说法是西方，西天取经，但是亚洲嘛。但是其实我就倾向的其他的世界观，它也比较封闭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系统基本上它可以走得很深，因为代代相传就追求差不多同一个目标，所以走得很深。但是它缺乏对自己跟那个世界的一个流动不同不停流动的一种交流。这个就是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其实中国艺术是我观察里面有几个现象，我觉得有意思，就山水里面它从来没有
近景的，只有中景跟远景的，它近的特写是几乎是不会有。当然现在有流灯或者是更显微镜式的观察度，有些那个如木拉来拉去，就是古代的形态里面它都是中景、远景，近景也是不是特写，近景也是关于前后关系的意思啊，这是它就保持某一种距离的某一种心态在里面的，就它跟自然保持距离，但是它很愿意反馈自然或者对自然有反馈，这是。这是模糊的，就很多东西是没法讲清楚。刚刚陈老师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毛笔的训练，它尖的或者圆的或者什么样，其实到最后，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是趋于人成的，就它那个毛笔的笔写的点画一样。我觉得梵高的素描是非常像中国画家，他的钢笔素描好极了。其实就我们可以看到 Rembrandt 的素描，梵高的钢笔素描，他能看到笔性的。这个笔性，而且就能看到这个点画里面能提示一种概括的抽象的元素，那这个跟中国艺术里面的用毛笔的东西是非常像的。对，他们远山是点点点，就因为中国人画远山点点点，那个点就是那棵树了，那个点就是远处那个人了。这个认同是靠观者一起来完成的，就是它是个神秘的地方，就它好像不跟人交流的，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在合作，就你共同看到了那个空白里面有东西，这是观者里面共同的完成。具体十九世纪末，我觉得西方的艺术跟中国艺术非常接近，这两个都是看到他们的素描，基本上跟我们的所奇幻的大师没有很大的分别，真的差不多。广告那是素描跟毛笔，所以那个色彩，它那种跳动的感觉，就是毛笔的那种鲜活的、啊、那种所谓的，就有笔墨的那个画面。对，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没有中国画家用广告的方法去画色彩的有颜色的画？因为中国画家是不用眼睛来画画的，这是根本的东西，他根本不用再用眼睛画画。不用眼睛，啊，这个很有趣，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没有，不用眼睛，也不说不需要是一个坏处嘛。他用身体在这个环境里体认这个东西之后的反馈，对，他闭上眼睛都能画的。所以他就是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的眼睛看不到，你其他身体的感受度就会提高。这个时候我看不到，所以我听得更清楚。有可能啊。黄宾虹的那个后来的那个整个。墨团团给那一个画面，有人说是眼睛坏了之后啊，包括西方眼睛，莫奈也是很快眼睛就坏了。莫奈，来不及进去，再看看不说。我其实还在思考，因为其实我自己来说，我一直不会太重视那个分别，因为我自己来说就是画画，那就好像周老师刚才说，就是有不同。很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看东西的方法，那就是那个可能是我自己来说最重视的，而且刚才陈老师说的那种所谓中西，其实很这个名字很大，但是其实我们都好像把东西看得很简单，但是其实永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所谓的西方就是。可能有欧洲，可能有欧洲里面也有北欧和南欧，他们看东西的方法一定很不同，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会比较重视那个可能很根本那些看东西不同的方法，那比较有趣。我们要不要现在大家交介绍一下，就是你是谁？你好，我叫 Tico， 那么我是画油画的，你是哪里？浸会大学。浸会大学，什么是毕业好几年？2019年毕业的。2019年，我好奇写生，你们熟悉写生这个工作吗？或者说画油画这方面？写生就比较小。但是因为我在浸会的时候有学着国画，
的时候要不要做过嘛，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油画。所以花卉是想象当中的花卉、啊、是那么那个你个是就有看到一幅画和用个画那些概念，咁其實就上緊下嘅，咁我嗰邊嘅概念就真係有啲人畫嗰度，所以你見其實我近期少少嘅畫就係做成都得出嚟。記得你前的畫面好像空白留了很多的，好像小小的物件在上面，你每一批作品都會增加。是嗎？這些是最新的，慢慢係最近都係比較近期嘅，即係有好多色塊，其實都趨向比較抽象，即係好。唔係好多形象嘅嘢，咁但係都有一啲類似山啊，即係嗰啲意象都有嘅。幾時用嘅？做咩用先？你畢業冇耐，畢咗業。係啊，我畢咗業啦，我都係中文大學。對，我是2006年到中大的，應該已經算是前畢業啦。但係我BA 畢業係1996年到。应该没有机会见到你，是帅吗？很精彩，但是全都是抽象的，抽象的，但是对，因为我之前去挪威读书，然后这些都是在挪威做的。哦，那边很冷吗？非常冷，但是其实冬天在室内比香港还要温暖。哦，有意思，冷的地方来。去体会不同的吗？对。那你在香港热一点，创作会不同吗？也真的会，而且好怪的，因为就是我回来大概差不多快要一年，然后我觉得我刚回来的时候做的东西是一个模样，然后现在做的东西也有慢慢的改变，所以其实是真的是跟整个环境很有关系。而且我觉得那个时空不一样，那就很影响你的接收什么，然后会做出什么。嗯，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些作品跟可能跟我以前的在视觉上都是很不一样的。你怎么看它下雪的样子？它不冷，不下雪。或者说，因为那个挪威或者说北欧的话，应该是。那个温度应该是，或者说非常让人冷静的，就它那种东西，到底帮到你什么？或者它可以帮到你哪些东西？其实，挪威整个环境因为通常都是很冷嘛，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雨季常常都是在室内，所以然后我觉得整个室内的环境呢，会让我。看自己看得更清楚，就是其实说起来很老土，但是也只是真的，因为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常常都会很多东西在发生，然后你永远都不会静下来去看看自己。但是在挪威那个室内或者是我的房间的空间来说，就会很影响我去往内看。然后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刚才看的那几幅或者是我其他作品都是不论像自己内心花花花花那错北欧对，就是我是朱乐琴在这里，朱老师太熟悉我朱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是今年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的，然后我的作品呢，其实在每一些方面是挺多样的。我可以说中国画，中国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书法的元素，但是我也可以做雕塑。是因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艺术形式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我们背后的 concept 去出发的。因为我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有关历史，或者是有关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中国艺术里面的精神性，其实我的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关于这些，所以其实我是会用这个 concept 去决定哪一个媒介可以更好的去表达任何东西，然后我的作品的时候都会从这个艺术史的研究还有文本去拿取一些灵感，所以我
就对艺术史或者文学方面也是会去阅读比较多的。对，然后我是过在去年在浸会大学读的 Master 毕业，然后我做了创作比较多是装置艺术，然后很多关于机械的，然后会动的一些 mechanical 的 installation， 然后我没有很想再画画，但也会是这个。但是你对工程有兴趣，你的对关注兴趣，但是对，因为我的创，这因为我去年就是这个创作是关于海。那个 sea 的 landscape， 然后就会一个会动的海，然后就我关于，因为我对关于了解风景是一个景物跟自己感受的一个结合才叫做风景，然后但是我就不是用画人是以形式是表现，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experience 的一个那过程是表现的一个感觉。我的东西就是 level 啊。老师说就是这样，也是真的是这样。来来去去都是，我对山水画有兴趣。难的地方就是很难超越，也是不太难，因为现在中国美院研究生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已经有古人的水平，我觉得。其实说明我技术上好像还是不是好像是。对，技术上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单手也是 LEGO 画，这个机器就是要画一张画嘛，你就把你说一三手画的有趣的地方就是水、石头、树三个东西就搞定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画，你就把两个东西放进去，所以我觉得是很方便。但是同时，当然选这个地方有个好处就是舒服嘛。因为人跟自然也不是，因为山水画有一点就是跟抽象画很像，就是你真的不需要想什么大道理。就是如果你要做其他最具象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能变成很容易会变成说故事。如果没有故事要说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最容易对我来说。陈老师意思是，书法的兴趣更大还是呢？比方说画这种画面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有关系。就是刚才因为刚才谈到毛笔的构造，其实也是有关系。就是说，两者都是真的是不同的。我很难说哪个比较好一点。现在我也没，我不是大哪个兴趣较大的问题，小的问题，它有。很不同的要求，有很不同的历史。相对来说，我觉得山水画的自由度比较大。但是书法自由度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有汉字结构，很多你想不到的构图，你一个汉卷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厉害、很多不同的构图。就是每个汉字都是一个构图，所以它也。汉字有一个很好的资源，就是你不用想很丰富了，所以书法是一种方便，也是要，因为它很纯粹，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做到不用太想，而可以写得一般好的一种字，所以它的要求很不同，就是比较 mechanical。山水的梗还是要想轻重啊，变化还是比较大，其实是这样子。陈老师那个风格媒介是这一类，所以他对平面的作品的这种创作一样，其实跟传统训练的人看的画面或者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以启发做传统这一批一些毛笔的工作。其实陈老师至少他。书法我记得你一直是在做的是吧？其实这个是看张探学。对，因为你出现的画面其实是意外的训练的得不到的，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一个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你刚刚讲那个中国美院的一种教学也
啊，就是人家笑话中国美院，就是啊，中国美术技术学院，啊，技术好极了，因为我们的确是讲技术啊。但是中国古典的艺术里面，它是讲道的，就是这个技跟道还是在两个层面里面，它就是有追求的，所以它有时候对那种技术的训练，它是不太在意的，所以它没有非常精微的那种技术性的模式可以传给后面的人，但是他有很多图式，就尤其是山水的图式留下来，但他的工作方法他从来不介意的。其实另外有一个，就我们如果看艺术的收藏也一样，就我们如果把日本的收藏放在一起看的话，日本的中国艺术放在一起看的话，你看到那个禅宗的那一个脉络，就中国艺术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就有我们看到的文人画系统，还有一种是没有线索可以挖掘的那种禅宗的系统。因为古代的老中医他说，我要教后面的学生的话，我要把自己所有的经验都要释放，让他们再来。但是后来的老师呢，就是我的本子留给我的徒弟，让他不用动脑子。两种，但是那一个方法也能出现特别的人才的，所以禅宗那一脉络也一样，就它都能到达那个高度，但是你用什么方法到达那个高度有很多。而我们的艺术学院就是其中一种一般的训练，就是啊，那个不一般的训练还有很多呢。所以艺术的道路它其实是很多样的。但是由技入道也是，就是很多进入，就是说，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要练习很多，就是说练习，但是练习的方法可能不是说有一套东西给你跟着学，你哪一种练习，就是自己要定自己的练习的方法。嗯，但是所以我相信是有技进入有道是有是可以的。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其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丁永年先生也一样，就是我们看到他是好像胡乱画呀，他其实是很有目标的去训练自己的。嗯，他喜欢马蒂斯，他喜欢八大，这已经告诉你所有的秘密了。他看着上的那两个仰视的艺术家，他不断在这模仿的，其实，但是他出现的样子是非常自由的，好像没有规范，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包括其实我们看就是看大师的作品一样，就最简单，我们不看他的质量，就看他的数量。毕卡索数量，毕卡索这个素描多少我们都没画过那么多啊，他是一个巨人啊。张大千我们有时候看不上，商品画家他画多少，而且画得真不错，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这个数量就已经，就他的数量是上万的，我们直活100年才画3万多天，他如果3万张的话，这从零岁一天一张，我们肯定没有啊。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大批的人已经训练不到大师的那个低水平，所以我们这个量是肯定重要的。但是他还有一个，就因为我们人的维度有很多的，就像量子计算机一样，因为我们传统计算机可能解决一个话题要几十年的运算，他一秒钟都把你运算完了，所以这艺术也他一秒钟就能搞定一件事情，那些人几十年几百年也就是解决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看不到那一秒钟的东西，那就是传统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重要，就像我刚讲愚公移山一样，哎，你也是来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把这个山挪开就可以了，盆景里面那个山，因为我们的纬度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困境就不断的对抗着作为一个人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很多习性，我们有很坏的一个习性，对，我们总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越画越像，越画像，甚至一个进这是进步吗？不是，其实一个阶段，如果你偷偷学画，你就是希望画得像，对，完了整个阶段你应该不是越画越像。西方绘画的一个地步，就是把那个光影啊，这种种的，就把真实跟画面就越来越像了。但为什么山水画就没有那个没有平
一个大大的像的影像，很像像才停下来，才退后了。没有科学的，没有科学的，对不对？就是没有，因为没有科学。我那个问题啊，其实佢可唔可以话同僵尸合拍？跟同一个人话，佢冇僵尸概念，同埋冇你冇分析冇科学冇光，你就已经冇可能去共振。现在反过来讲讲，我们如果看艺术的。是被谁需求的，你就知道那个真是怎么会出来。因为你喜欢这个真作为评价的时候，可能你很在意人家的意见，就是有人需要你真，你会才在意这个真。但是中国的艺术或者说小朋友的艺术里面，他小孩子的话你一看就知道他的真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出现一个真实的意见，可能都是家长或者是周围的人哈。而这个周围的人影响一个人的看法的时候，或者我是一个赞助人，因为古代的艺术，西方你是刚刚提到，西方艺术的人，那西方艺术大致上是服务于教会的，是很长一段的时间的传统啊。当然我们很麻烦的一点就是古希腊的传统是失去的，文艺复兴所谓的复兴。所以古希腊跟我们技术几乎是没法继承的，其实，因为我们是，你说能做出古希腊一样的雕塑吗？做不出来。谁教你，你都做不到，就那个眼光已经没了，就那个尺度已经没了。所以谁能让你教你去画宋人的那种这么微妙感受的画面？那个导师没了，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我们刚刚陈老师讲的传统东西，有没有锻炼的那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断开了，就这个文化我们找不到了。我们现在的焦虑也一样，就我们为什么会有焦虑？为什么寻找这个关于山水？它其实是找不到根的时候，它不断的在寻找，就像找身份一样，你找不到你父母的这个历史啊，或者是在家族的传那个延续的那个脉络，因为你焦虑，如果没有焦虑，这不是事情，一点事情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因为有偶然性的。其实我都有听闻话，中国画系完全冇出现过嗰种我哋而家所谓写实或者象征嘅。因为如果当因为其实中国画嘅流传，应该时候都系要靠收藏咁样去流传，或者系靠。即係例如一張畫，你見到名人收藏家嘅提筆啊，或者嘅提筆吸引呢啲都係一啲證據啦。咁如果當嗰陣時一路嘅主流嘅觀念都係覺得，如果國畫、中國畫佢係寫實係唔好嘅話，咁呢啲畫即使有出現過，佢都唔會俾流出嚟。所以其實就算有，我哋而家都係完全冇辦法得知當時有冇出現過啲嘢咯。即係嗰時候嗰陣啲畫論係會評論。即係話，如果一張畫成日靠寫實啊，或者點樣係同細路仔嘅玩意係冇分別嘅，即係曾經有呢啲畫論嘅言論出現過。如果你要講寫實，可能中國畫曾經去寫實嘅部分，可能係即係工作畫、上畫嗰種邊種？係求真，他不讲实，就求真。所以他气功是不一样的，他的真对真的看法一样。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此时的所谓的哲学方面的一种对那个所谓核心的真的一种追问，就为什么现象学可以被套在这个此时的一些对话里面？就他这个求真的这个过程，这种模糊性反而非常切合中国的一种哲学，因为他靠近了真实，靠近的意思就你也不一定找得到那个根本，但是你可以进入。这就是那个距离，其实就我们找不到真相，但是我们可以离真相近一点。因为好像我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山水画，虽然我很喜欢那些画布的作品，因为看起来好像留白很多，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意境真的是很飘渺的感觉，然后我反而觉得那些好像很贴近我想象中的那些真，那就已经超越视觉上那个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模样？好，
差唔多今日，因為我哋啲傾咗好多嘢，唔係淨係講 mindset cleansing， 即係我哋唔知道嘅中國話嘅呢個講法。咁啊，牽涉到都唔係淨係風景畫，而係牽涉埋成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同埋中國山水畫所追求嘅精神性。你食飯嘅時候可以繼續討論。咁啊，喺鏡頭面前咧就感觸一下。好，多謝各位。